為阿余美少阿少姐咧特別量身當嘅一首粵曲作品。咁啊，阿少姐咧亦都係呢首作品嘅原唱嚇。咁下邊咧，我哋有請阿少姐同埋阿何少天兩位為大家演唱呢首《如情鐵筆保忠言》，大家掌聲歡迎。
人清茶，官人忍心不睬你呢，官人为妻奉茶来了啊。哦，是夫人来了，官人借茶心住香味情浓，夫人请放案上，为夫自会饮用啊。用正眼、啊。
起了被冤无降职竟要走暗叹权力神佛主无人敢蚂蚁任我众神列朝班俯首盼权贵官人当清人不惯看前眉只是君命岂能为忠言尚亦义休说道忠言亦义罔顾是非既为官尚愿君王下率嚟书报忠臣正朝降有责难辞应上书君王红色国之梁柱官人啊你刚直为官堪赞誉若说尚书直间望，怎么忍？纵经非容易，官人请三思啊！官人初进。See you.
声念书，若就从风回魂，不肯心得重价。云见人啊，不言地也。为是念到人心有愧，想记当年父子想为我逢依你，更焚香祝家园，盼我今光明啊替，已是如约的龙门。夫荣妻夜归，若是上书直更，凡天威是路沉浮难如意。你莫啊
人上书。言在夫人，请受御正一个全礼。哎呀，又要自杀奴家。铁不生硬。